他竟然是他的前女友，太瞎了！他妈的，竟然做强加助理，会不会太瞎？他一个月只能给你3万5啊！不能只是在看我表演而已，你要知道怎么做。所以你自己平常来这边都是骑摩托车来？对啊，对啊，骑来40分钟，吃苦耐劳哎。嗯，没错。林嘉玲。大明星，万岁！万岁！我最近在斟酌而已，但是呢，只要来面试的，我都先让他试试看。但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试到一个真的是符合我口味的，所以呢，我会做一个记录。然后呢，我爸爸帮我今天应征了非常多的人，这两天帮我应征很多，然后直接叫人家来上班。但没关系，我就通通都记录下，因为你要试才会知道啊。这是福利文创工作室的助理团队，没错，这个就是机动组的。哦，他随时都可以有什么事情，你们在外面有事，随时你赖给他，他就随时先办。叫李飞，好，李飞，今天早上你觉得是快料，然后就请他来上班。快料跟强强好好的工作，好。啊，还有他就是叫 Coco， 哎，好 ，Coco， 这是你们的团队，好啊，我祝福你们一切都很顺利平安啊。发财，顺顺顺，旺旺旺，好！谢谢林董，比一天更好。谢谢林董，好，加油！这三位美女都是我帮他们应征的，好，一定未来一定是好不同凡响，很厉害。明天还有领别人要来，对不对？哦，明天还有，甚至后天还有要来。这个团队哦，是真的是技无霸。好要的人是从里面找出来的，因为你一下子不可能就是马上是胜选，就是你想他能够配合你的，你觉得都可以哦，绝对没问题。有问题怎么办？绝对没问题。看起来我看人太多了，看死了。你会开车吗 ？Coco， 你会开车吗？对啊。你开车状况怎样 ？OK 吗？一天上班就被抓来，你 OK 吗 ？OK。真的吗？一阵知道怎么做吗？我在努力学习。这个常被人出了。很粗吗？有。你先瞧一下椅子，你真的会开吗？真的会了。就要先把手刹车放上。按钮。对。直退就好，直退。好，没关系。拜拜。然后刚开始林嘉玲开也可以，然后你看着他开也可以。好，我们知道了。好，没关系哈。要不要嘉玲先开一下，还是怎样？那我们现在要开车到我的第一个工作，然后呢，到那边的话就是要大家要就是绷紧神经，然后呢记得要去随时注意我需要什么东西，然后如果不懂东西要随时问我哦。嗯，反正就是轮着啦，今天明天可能你们两个，然后后天跟到后天可能是另外两个这样子，就是轮着，然后如果在家的时间就可以学着在家的时候可以帮我做什么样的文书或者想些其他的东西。先帮我把化妆的东西拿出来。到个地方之后，就先把东西都是把衣服要用的先挂出来。底霜几支？它是刷来，粉红色总共12支，黑色3支，一支唇笔。11支，这有11支。然后这两个爱心也是12、13。对对对，6支，没错，这边还有6支。对，对，你很细心哈，早上这样，不要什么东西坐下来说的，第一个先把眼影盘都先拿到面前，然后还有化妆包，我们就一个都不能少。对，走的时候都要跟着我一起走，这样。修车侠的时候用这个，然后这两个都是粉红打亮，需要的话就是随身镜，到这里自己带在你的口袋里面，就搞不好我上去的时候，我随时随地都会用到镜子，不能只是在看我表演而已，你要知道怎么做。这个工作现场吧，我在睡觉，结果呢这么多人在看我睡觉哦。喜欢看我露逼睡觉吗？很棒。没错，还有眼影盘、刷子。助理是不用预备化妆的镜的，可是但是要那个打理的镜啊。
但是连长你臂力蛮够的，那一片镜子很大片。啊，连长废话，我怎么会这么不行啊？奇怪，那我们的福利也是不错啦，包餐、包轻旅行，还有包什么？包吃喝玩乐，包吃喝玩乐，基本上都只要你做得够好，什么都有。同享有难同当，如果没做好的话，就只能叫你回家。对，就是回家自学，有男有女，他有一个是士官长，他来了之后，他就是我的下士。做得好的话，就是有奖金，还有绩效业绩都会。没错，那个连长很大方的。又怎么样？没死了，可以没死对方一整年的人了。就连尽讲广话，需要把我们的心掏出来吗？你有办法的话就拿来，就拿来的。不然又不要说，你看我都没说。先试一试哈。好，你感觉到了吗？感觉到了。你觉得你可以吗？当兵的方式可以啊，因为我不怕辛苦。哦，你不怕辛苦，很棒。我做的太漂亮了。没有，是只要丑的你不拍吧。好玩，当兵还好玩。才一天而已，他懂什么？会怕东怕西的，第一个先拜，因为这个太烦了，不搞心灵鸡汤路线。没空。军营里面没有辅导长，因为我自己的病都没医好。你现在压力有没有超大？不会，确认最后一次画面，不然放虎归山抓不回来啊！好，对不对？谁是虎？你啊，我是谁？好了，我怎么抓？老板，注意的，他要去货哦，他写字卖到去货。是桃园人，对啊，高雄。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宇飞的开车技巧。你要不要开了一个？等一下再翻车吧。我不会。所以你自己平常来这边都是骑摩托车来？对啊，对啊。骑来40分钟，差不多。好，那代表你很这个吃苦耐劳哎。对，没错。他之前是牙技师，然后做6年多，那算蛮稳定的耶。那你觉得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这个工作其实。你觉得好玩吗？蛮好玩的。你真的觉得好玩？我真的觉得好玩。真心觉得好玩。对啊，觉得很特别，是不是？对对对对，就是像这样。你这样只是觉得好玩，你之后就觉得痛苦了，好不好？3天，这是刚走，是我的朋友，那他还想要试试看助理的工作，只是刚走他不会开车，比较不用这么辛苦，前几天都是大概10个小时，所以今天算比较轻微的工作。他到工作的地方了，然后刚走他帮我带着我的东西。麻烦大家，有没有 low 啊？有，好玩，他都我们还没开机。来，下面还有谁？小叔靠近强强，快点替他的奶，快！吓死人了！多人啊！超人了！这是台湾达人秀的团队，今天是你们拍过最好玩的，对不对？没错，也是最好笑的，你是最好笑。好的留下，不好的弄掉，去无存菁，知道没有？好，可以。对，我们今天要下高雄，前两天是有龙头助理，然后呢，今天是宇飞来帮我，然后下礼拜还有一个男生会来试试看。没错，所以我们专程来到南部，带你来。来到嘉义，没错，是我的 partner。没错，我们今天算是一个首次的搭档。首次。你好漂亮，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都要转回来看到你。谢谢你有眼光啦。哎呀，很自然，真的假的啦？对。因为我戴这个牙套，我戴了3次了。所以我牙齿基本上我讲话方式已经是自然的，如果带有矫正3次。你要脱，他要脱哟。我换个衣服而已，我没什么好看，没什么看点。就加减看一下。一共都有穿啊。加减看一下。你觉得这样子注意感觉怎么样？你有熟悉，蛮熟悉的，这样就熟悉了，可是做起来蛮愉快的，真的好玩哦、喔嗯，真的吗？对啊，好，有好玩就好，跟一般的工作不太一样的，对，非常不一样，真的吗？然后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非常军训，但是玩蛮喜欢的，真的假的？涉猎广就对了。小鹿来干嘛？放空。
我上来这边是去年，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在这边工作，然后是另外一个男生陪我的。然后就我下次来高雄之后，然后我还要去找这边的一个黑道大哥。叫易峰。Hello，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助理，然后他今天来那个试用上班。对。对，第一天好开心，因为你还有你的大客车来载我们哦。对啊，这我们两天不用，我们不用开自己的车了，你要开着你的车来载我。我都准备好啊，准备好让你们舒服一点上通告，工作是舒服一点。好，今天第一次我们去工作，没有开我们自己的车，那么大一台，真的很大台耶。我们来试看看你的车，谢谢，谢谢，谢谢。坐起来才舒服，它后面的空间也很大，真的很可爱耶，好好笑。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竟然有这个坐，真的是很好笑。必须呢，开玩笑。真的假的啦？太夸张了。后面的袋子可以丢垃圾。后面袋子。我看到这个袋子可以丢垃圾，搞得很像 Uber 司机。天哪，面试是什么？是武术教官，还有。情报也是都是当教官，所以也可以当保镖啦。哦，有这么多的意，好厉害耶！我以前有拿过那个啦，软体工程师执照。软体工程师执照。但是现在东西真的出得太新了。哇，你真的很厉害，你可以把我衣服收成这个样子，这也太强了吧！收得也太整齐了吧！很多奇怪的人回来看到这样，我们等一下要装袋子了。我想做一个专业的助理。好，很厉害，超强的。到了一个很漂亮的车子哦，他说哦，这车真的不错哎，然后车主就是他本人，然后我说，干有没有这么瞎的事？天哪，我觉得这一切太离谱了，就是这个是我们靠背靠背的这个制作人，然后这是易峰，哎、瞎了易峰对，易峰是今天的试用期，然后就他一进来，他竟然是他的前女友，太瞎了，妈的这怎么解释？怎么解释啊？他是我退伍，他怎么没有？他是我退伍的初恋哎，他是你退伍的初恋，你现在退伍多久？退伍十六年，他妈你这交了几个人？跟我讲。他有那我超爱他的，好不好？那时候怎么了？他现在怎么了？到底有他现在怎么了？他现在他妈对不起你吗？他妈是什么？他是什么？那时候爱的要死，好不好？那现在会怎么办？现在会很怪，现在会很怪，讲清楚。我那时候他结婚了，先回家了，今天好离谱，这什么缘分？我吓到了，怎么会这样子？你请他，没有，他来应征啊，然后他就一直排到今天。我被我丈母娘赶出来了，我再看一下。哎，我结婚一个比一个还有钱，但是你比不过你老婆。那你现在怎么样？还好吧 ？OK 啊，还扛得住，扛得住啊，扛得住。今天上班第一天，还扛得住？他妈的，竟然做产销助理，会不会太瞎？他一个月只能给你35000吧？可是我相信我的能力可以做更好。可是他一直可以来这里看 AB 女优跟男公关，也不是每集都看。今天我退出演艺圈，我太常遇到我的前男友们。哎，这个真的很离谱。然后你今天眼睛这样，就有遇到你的前男友，太扯了。去哪里看？去哪？离婚了，够了，真的假的？你是打算要离婚的是不是？他拒绝我啦、啊哦！我跟你讲，每一个男朋友会跟我分手，就是因为人家他们跟我求婚，因为我对婚姻很害怕。骗人的，真的假的？是在最后，你怎么最后？你说你要，我送了花，然后送戒指。好，今天不要录了。啊，戒没有缘了，没有缘分的婚姻不要再讲的了，够了。小宝，我们走。小宝，我们走。小宝，我们走。谢谢你们有要带便当回去吗？哎，你要带便当回去吗？啊，你要带便当回去吗？好，今天真的是很巧，你竟然还遇到你的前女友，太夸张了！像我们坐这台车要回家喽。谢谢今天易峰他带我们来上节目，希望我的表现你能接受。就觉得你很可爱，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富家公子哥。你不会啊，我是白手起家的、啊。等一下哦，会不会太暗？要看、啊，这个是你给，这个抢强老板，林嘉玲，大明星，这是一峰啊，大美女，真的是好，这是你的背包。万岁！我万笑死，今天还看到你前女友，就你还花招这么多，进来迎接。耶！
一直很高兴的来迎接了，他很开心的看很多人。谢谢一峰，一峰你现在还打领带，真的。哦，没有造型而已。